现场的各位朋友，哎，非常的激动，嗯，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，没错。说实话，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。哎，对，作为那一名这个，等一下，梁老师，怎么了？您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呐，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啊？对，您见谅啊，忐忑一上来就丢这个丑，哎哎，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造诣，文化造诣啊，好，这点来说，我跟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，说实话是比不了。哎，不敢。王声老师，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，我还正经。你不像我，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。我这个谁给你进那教材去？这不是子谦说的吗？你不要这么说话。王声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，在陕西师范大学这我又改饭桶了。不是，您那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。对啊，陕西师范大学。哎，当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，嗯，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，哼，我们又是一对搭档，嗯，这说不好，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。哎，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。嗯，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。哦啊，什么名侦探柯南、海贼王，天天拿到手里看。你加一本七龙珠，加一本圣斗士，就要四大名著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呢？哪有看漫画的？这个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，先用漫画把我勾引住，培养住。书不能勾引你啊。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？哦啊，尤其是西游记啊，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。多西游记，嗯，孙悟空，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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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上去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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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上去，噔噔噔，别让猴歇会儿吧，好吗？印象深刻，蹦三回了都。我就喜欢看这个，嗯，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，张嘴就唱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玉帝哥哥。玉帝哥哥，给老娘乐一个！哎，干嘛就不理我了？这是《西游记》主题曲，啊，我都替你臊得慌，知道吗？我都怎么着了？您看了25集《女儿国》，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。主题曲你牵着马，我挑着担。哦，想起来了、哎，还有好多呢。还有，比如说啊，嗯，《水浒传》，《水浒传》我也爱看。《水浒传》您都看过呀？108个大水壶嘛。哎呦，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！人都是英雄好汉，什么锅炉？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？有那本书啊，水浒，梁山伯和祝英台嘛。对呀，知道。你也说聊斋，我也。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。你刚才说的梁山，水泊梁山，宋江有吧？对，扈三娘有，化蝶了吗？哎呀，这我看过这个。你也说聊，别说聊斋了，怎么了？化蝶得有祝英台，那到底有没有？对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。我这可能看的少啊。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，反正就108将。哎，对，108将，我不看，不看了，老打架。哎，老打架，你有什么意思呢？您看哪儿的不打架的呀？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，什么呀？三国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。嗯，经典。魏书吴多好。哎呦，看这个，尤其是我看军师。谋士，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。对，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，我最喜欢的哪几个啊？三位啊，诸葛亮，头一个，孔明，卧龙，我最喜欢，都特别聪明，草船借箭，三打祝家庄，四探无底洞。三打祝家庄，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，是吧？这是，怎么又化蝶了？这都是什么回目？您背这都是，我再告诉您一遍，就是斗智，您记住，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，为什么呢？这仨拢共是一个人。他不斗吗？没法斗，一个人怎么斗？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管着吗？您不用看书了，啊，您都悟透了，您都。再说了，以我这个形象，我这个气质，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？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？这是，好把自己刨出来。我最喜欢看的什么书？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对，《金陵十二钗》。也叫学说出旁的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看这《红楼梦》，枉凝眉有木有？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。对，对了，谱上曲儿多好听。嗯，
那啥那啥啥，那啥那啥啥，那啥那啥啥，那啥那啥啥。好，惭愧惭愧惭愧，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。网牛没有字吗？有字啊，唱出来好听极了。嗯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可算对了一回。一个是美玉无瑕，写的多美。一个挑着担，还有一个牵着马。你老催我干什么？你这人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怎么来？这是枉凝眉，头来宝玉黛玉，后头八戒沙僧。就不能跟俩书童吗？没有这词儿啊，压根儿。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。我记着清楚啊。嗯。哪儿拖闹海？有问题没有？哪儿拖都能闹海，只要你在海边拖。哪儿拖三太子？哎呦，你问谁呢？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。嗯。金拖、木拖和哪儿拖？三太哪儿拖三太子？哎呀。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、啊、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，金吒木吒哪吒哪儿嘛哪儿威尔哟呵去，我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，哪吒哪吒，哎，哪吒闹海，哎呦，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。嗯嗯，好家伙，有一天啊、嗯、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，哪吒啊一身的滋泥，小孩嘛到处玩去，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，嗯，洗澡门口就是海啊，渤海湾是，哭嚓就跳海里了，你看用这相声词，哭嚓就跳海里游啊，边游边搓这滋泥，哎呦，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，龙王三太子，龙王三太子烩饼啊，敖丙，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，正吃的高兴啊，嗯，好家伙，飘飘然飘下来了啊，滋泥就飘下来了，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，我天爷，当时就急了，把这碗撂下来，嗯，这是干后吗你呀，这是干后吗你，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，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、哎、这都什么口音呢，这都是，这不是离海近吗，离海近就得唐山人，哎，离海近，嗯嗯，夜叉还有一夜上去弄死他，哎呦，哎，这夜叉就开始了，嗯，拿着这叉子，嗯，带他的小伙伴，哎呀，圣子精、海瓜子精、海带精啊，这都上去了，胡叉叉，海带怎么成的精？你想象嘛，柔软的妖精，哎呀，这就上去了啊、嗯，到海面之上、嗯、一看，哪吒正在那洗着呢，嗯，您能啥来呀？你在这能啥来？怎么了？这都归城管管是吧？这一块的，我是为了区别人物，你这里哪有人物？谁？三太子、啊。您能啥来？夜叉。该分多清楚。哎呀，区别人物嘛。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。明白这道理。干嘛呀？哪吒也不是善茬啊。对了，这就打起来了。灵珠子吗？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、长手绢，打将起来。你来吧。哎、打将起来呀、啊！这还是呼啦圈啊？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。挤在了半空。挤在了半空，这就打起来了。嗯。越打越厉害。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，哎，反正海水越涨越高，越涨越高，嗯，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。法海正在这念经嘞，做啥子？老子就拉过了。没听说过。